装了啊。接下来的游戏呢，是由宝哥和龙龙提供的思路，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童年还是带来了很多好的游戏哈。然后呢，今天为了让大家找到小时候的感觉，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当地的村民一起来参与游戏。热情好客的村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和特产，只有在游戏里面春游家族打败他们，你们才能获得这些奖励。如果没有获胜，大家就要下楼帮这些村民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哈。农活，帮着村民劈苞米。如果你要是赢了，获得村民们的苞米；输了，帮村民们劈苞米啊！来，我们先有请我们的村民们登场。哎呀，啊，这都是各行各业的高手。你们好 ，Hello。村游家族，谁也不服。马上谁也不服，上炕上炕，都上炕，没事。对，都来炕上吧。我们首先先有请第一位村民，有请关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关金华，今年62，我住安保，我三不下去，老厉害了。啪叽来吧，我的外号就叫啪叽王，我的外号叫啪叽啪。啪叽是东北的传统游戏，玩家各出一张啪叽放在平地上，按照次序用自己的啪叽拍别人的啪叽，被拍翻者为输家。是翻打翻的呗？对，打翻的。哎呦，咋着？啪叽啪，你咋回事呢？宝哥，你在沈阳待过吗？哎，挨啪了。那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拍他。行，讲点技巧嘛，给大家传输一下。这个没啥技巧，就越使劲他就过来。就过来。我啪叽王子，不好意思，你先来。我是让你，我就是以帅为主。哎呀！来，尝尝。完了完了，你没了，完了，一个翻盖的背，很难啊！关老师吹东西了，哎哎，嫌弃，厉害！还有不服的吗？有，我们还有个军艺的不服。你不行，我肯定战胜你。哎，差一点儿，有戏有戏。洋洋有希望，有希望，别着急。他的特殊是应该是吹一下，你也吹一下，吹两下，吹两下，吹两下，吹一分钟。三二一，哎，哎呀！哎呀！哇，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这有什么技巧吗？有，一会儿哥告诉你们。嗯，哎，这呢，这得粘起来，粘起来，利用它的弹性。对对对，给粘起来。恭喜老师啊，还是保持住啪叽之王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来第二个啊，我们有个童老师，童老师又是什么高手？我是。拉皮狗，拉皮狗，拉皮狗，来呀、啊，拉皮狗啊！我最厉害了。哎呀，我搁这嘎达都没输过，我也没输过。你提前告诉我呀，我从外面捡两个树叶子。哎呦，我给你准备了。好，来，不服来这干。来，什么项目不知道？这是什么游戏不知道？童老师，你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拉皮狗。这个拉皮狗就是一个杨树，杨树那树叶那梗。对了，粗的好，黑的好，黑的好，黑的好。当年我们为了玩这个，你知道，我们绞尽脑汁爬上求着树叶最尖的这个。对，然后最干嘛呢？放在鞋壳里面闷了一宿。哎呀，第二天拿出来不用勒，对手就跑。熏着了。对，干大宝。哇，来了。哎呀，这好。这都是在鞋里藏了一宿的吗？求这个。来，嘿，好了。这都学活知道吗？拿了之后先戳一戳。好了，开始啊。好，
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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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哥断了，不是吹吧？真厉害啊！我说了，宝哥，你前面铺垫那么长，为了不绑他们上镜头啊，嗯，嘎地下一个。那我用你这个可以？来，怎么的？来，哎，你别拉我，哎，我不拉你，咱俩这样好不好？小心口啊！你等会儿，你别你离远点，你要不掐，你给我掐断了。一二走。啊！你还断了？你怎么掐都输了呢？你掐的是你那根。骄阳啊！我能挑战一下吗？我还可以。老师，这有什么特别技巧吗？你为什么能一直赢呢？我要用这个立面去拉你那个柔弱的平面。哦，你横着拽。对，明白了。我一下就听懂了。我人家是你看啊，我给你们仔细介绍一下这东西啊。它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漱口吧，这个是有一个扁面啊，它这边是窄的，这边是宽的。人家是用这一面立起来。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比较强。哎，我有点抓不住。用这，我用这一面。我也是用这一面。他是用那个立面拉扁面。对对。看，哇！掌握技巧了，学会技巧了，梗盖之王。好，接下来朱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朱娜，我职业是销售，大家可以叫我呼啦圈娜姐。哇，呼啦圈娜姐，因为在呼啦圈这一块哈，我没怕过谁啊。我要跟你抢这个一姐的位置。开始。行啊，哎呦行啊，可以啊，逗他笑，逗他笑，逗他笑，我还要攻击。起来好丑，起来，别闹，好丑啊。你姐的位置想让给你也不行啊。朱老师展示一下，来秀一下。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的呼啦圈。好，哎呦，他还在底下这个部位。老师，你能用脖子转吗？这个有点难。我可以。绝活绝活，太有才华了！哇，好帅啊，好帅！他不仅还能不停，可以可以。我一点的位置让给你了，我一点的位置让给你了，你赢了。范丞丞，秘密那首歌 MV 还没拍吧？我想找热情，只会让气氛结冰，没关系。我戴上我的耳机。太有才华了！好，赢了。这个脖子是真不行啊！清环呼啦圈王也是程程啊，呼王俩王了啊，活王。还有啥？老师们，快秀出你们！